开，多年不上春晚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赵本山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在小品界拥有很高的地位，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。之后他转战影视圈，拍摄了很多的影视剧，如今他的徒弟也是遍布娱乐圈。但是人们发现赵本山从2013年后就再也没有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，这不免让人觉得好奇。其中让人议论最多的就是他和曾经的央视导演哈文的关系。哈文是著名主持李咏的妻子，也是一名优秀的导演。有消息称哈文成为央视导演以来，认为赵本山的很多作品都不合适，与赵本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，因此赵本山选择离开央视春晚的舞台。但是在一次采访中，哈文表示他和赵本山的关系很好，他也希望赵本山能够上春晚，不过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。而赵本山也亲自表示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才退出春晚的。